哎呀，我又来了，看看今天要吃什么好东西。我靠，这么大。这么多。一二三四。十种。你疯吗你？买了这么多。不要钱了。天哪，你真疯了你。哼，意思是我今天要吃十桶酸辣粉吗？好像是的。啊，这。行，前情提要，本期视频依旧完全无果，家人们，那啥，意思一下，让我回个血，不拖了。要赞，真要赞。看看都买了些什么牌子吧。小龙坎、自嗨锅、李子柒、梁掌柜、莫小仙、海底捞、韩庆家、十足人。十人族吗？十足人、啊、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龙门花甲啊、龙门花甲还做酸辣粉啊。阿宽一共十种，还送了六根火腿肠。不错不错、这里面我就吃过十人族啊，不是啊，十足人。你们吃过哪些？好，那我们就从小龙坎开始吃吧。哎，今天又是一个大工程啊，每天上班真的累啊。好烦。好了，闭嘴吧你。嘻嘻，来看看这里面都有啥。粉包、醋包、花生包、酱包、油包、菜包，还有个粉。嗯，该有的都有。还没泡开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好香啊。似乎还不错。Later。料包不是一起放的吗？粉丝看着还蛮有韧劲的。我感觉这个酸辣粉它不是很酸，更像清油底料的那个麻辣烫粉丝，椒麻味都在。虽然红油多，但是不油腻。只是作为酸辣粉，缺少了那么一丝丝灵魂。不爱吃醋的家人们可以尝一下，整体味道还是差强人意的。这次我知道了，差强人意是指大体上满意。再一个，下一个自嗨锅梭哈酸辣粉。哎呦，这是自热的，不用我烧水了。有七个调味包，但是多了一个荤菜，11块钱一盒，就是比5块钱一盒多了个荤菜嘛。这也太坑了，这个包肉要5块钱，可能发热包也要那么一点点钱。这个粉我也觉得比小龙坎的少，但是他这个菜看着还蛮丰富的，五颜六色的。静候15分钟吧，这是。那我趁这个功夫来泡一下李子柒的酸辣粉。哎呦，分量够足，完全摇不动。一共有6包调味料，原来是这个粉重啊。和上两个不同的是，这里面没有油包，用豌豆代替了花生。豌豆，豌豆，还多了一个豆芽，难怪他这个粉更像是那种米线。嗯，期待了。哎呀，我的自嗨锅好了。哦，这有股辣条的味道呀，好像是有点。哇，好香啊！不是很辣，略微带点麻，粉也更加有嚼劲，回味也不寡淡，好吃。喜欢酸味突出的一定要来尝试自嗨锅的，醋味很突出，但是不突兀。我以为这粉没多少呢，结果泡出来还真不少，而且这个肉一点都不假，居然是真材实料，这个我打4颗星。看肉吗？哎，他又打我。李子柒的酸辣粉应该也好了。这也是很酸，醋味很明显，稍微有点辣。我觉得相比于前两个，它的优点就是粉儿真的是土豆粉，很有嚼劲儿，喜欢吃豌豆的也会很爱。自嗨锅的酸就是融合的，李子柒就是陈醋香，这个我打3.5颗星。下一个杨掌柜，这个牌子我没听过，哎，这个莫小仙我也是第一次知道。那这两个一起试一下吧。这个粉从外观来说就有点不一样，这是宽粉，一共有6个料包。它这个料好多呀。对哦，是的，花生居然还是麻辣的，一把鼻期待了。好家伙，我现在已经吃了一把鼻涕一把汗了。我相信你还能行的。还没有吃到一个很辣的。莫小仙这个拆开只有4个料包，好少啊，这是最少的。我看看多少钱，4块钱一桶，明白了。不期待了。哇、好香啊！能不能摘到火腿肠？我自带了，拿来吧你。哎呦，本来就这么点短，这 later。这真的是宽粉，哎，看着就心脏挂碎了。是我的味蕾被烫麻了吗？红油这么重，居然一点味道都没有。你们尝一下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我来试一下。甜甜的，不酸也不辣，农夫山泉泡的吗？我喝口汤。汤都没什么味道啊，我去，一点点醋味，有红油，但是不辣，真的不像酸辣粉。这个我只能给2颗星。再来试试这个。看来这里全是粉。莫小仙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？怎么回事啊？确实4块钱不太行啊，这根本没什么味道。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寡淡，而且你们看，我是一筷子下去，只看到粉儿，勉强能喝汤。这个只能给1.5分。现在杨掌柜好吃起来了，果然都靠同行衬托。下一个是谁呀、还也又是你，海某捞。某捞还不来找我打广告啊。虽然海某捞看上去只有5种调料，有些许的少，但是咱们对海某捞就是一个大期待的动作，就是吧，这个粉丝未免有一点小了哈。我赌一包辣条它肯定好吃。 Later。 这个闻不到什么香味的，这个、这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啊，不会要翻车吧。吃吗？真的没味道啊？怎么回事、怎么回事？我不相信。
哦，这个粉真的好烂。嗯，没放醋吗？是我放醋吗？我放了一整袋啊。母捞，改进一下，我真的在期待你啊。这个粉非常的细，你们看这个红油是不是觉得这不可能不好吃？但是它真的只有入口的时候有些许的麻辣味，像风像雾又像雨，进了我的嘴就消失了。哎，吃累了，家人们不说了，我已经吃了五桶了。这不是六桶吗？哦，我已经吃了六桶了，我中午饭都在拍摄间吃的。嗯，先把汤都喝完了呀。啊，谁把汤喝完了？是你吗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自己喝的吧。剩下的四包我直接都泡好，给大家尝一下味道，还能趁着同事晚饭没吃帮我分担下。孩子真的吃不下了。哇，这个龙门花甲的料好多。哇，这看上去太好吃了吧。什么东西啊？ Oh my god， 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。嗯，怎么感觉都是豆皮呀、啊、阿宽的粉包辣油贼香、哦、我觉得这四个很不错，说不定前面都是抛砖引玉。不愧是龙门花甲，味道就是好，它的味道和自嗨锅的有点像，比自嗨锅的带点甜味，有点烧心，但是也架不住好吃，我也给四颗星。嗨吃加的好酸啊，还有种柠檬果酸的感觉，但是这能让我感觉到我在吃酸辣粉，这比龙门花甲的味道更浓郁。虽然酸，但是好上瘾，我喜欢。上次那个胡辣汤好像也是嗨吃加的，不错啊，老嗨。再来试一下阿宽家，怎么闻着有点臭啊，还隐约有点肉味。哦，串串店的味道，麻辣关东煮的味道，但还是有点臭。它的米线和其他三个有点不一样，是白色的、哦、我觉得这是好吃的，隐约有点螺蛳粉和酸辣粉结合体那么个意思。哎呀，难分伯仲啊，也给四颗星。最后一个我唯一吃过的十足人，说实话我觉得不用吃，我心中永远的神，五颗星、哦、除了粉有点细之外，这个调味是真的绝了，我发誓我没有打广告。这期视频的由来也是因为十足人，事实证明便利店只卖它是有理由的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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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行了，快快快，叫其他人来！快快快快！现在喊同事来吃一下，把老板喊过来尝一下，到底哪个味道最好吃？哇，牛逼！老板说，老板吃的好吃的，今天就给我们全部报销。老板差点一口没缓过来，背过去了。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是不好吃啊，不太爱吃这个。最喜欢的口感和味道上肯定是它，然后它排第二。嗯，这个牛逼，哇，好奢华，只有一包吗？一会儿还够你们吃吗？可以给你带回去，我们买了好多，就等你报销了呢。可以报销吗？可以，太香了。不是广告，不是广告，不是广告。哦，嗯、这个都被老板吃的差不多了。我不说话可以吃吗？你吃，今天拍完，明天不得直接肛肠科排队？信口开饭，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率。